나도 옛날에 있으면 왜 안 되나? 정? 给了他几天呢？ Hello。 走吧呢。 Mango. Strawberry. Mango, how much? Mango? Small for bone. Big one, 6. Very nice, fresh one. Okay, the big one. Okay. 带走吗? Take away, take away. Okay. ¿Qué? 2 and gato. In the Africa. In the Amber 10, North East Street. Okay, 那我回去吧。行。嗯。讨厌。都不说一声。啊。Okay. What's your name? Lin. Clean. Lin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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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. Lin. Yes. From where? China. China. Yes. Excuse me, in the boat, Chenyu? Chenyu? What? In Chenyu. Sorry, what? I don't know. I don't understand. What? At the blessing, that law, Chenin, Chenin, you. Good, Chenyu. 是生食面相。 没有，这不是人面像，这羊雕的也蛮好的，这种那种神态啊，好大。 还蛮潮的，这种不掉啊，就有个光这样打过来，把那线条勾勒出来就特别漂亮。哇塞，好大！ 倒掉了，哐哐哐，烂了。哇，还有，你看那柱头上面很多，还有留有颜色嘞。哇，那房间不也好大？是啊，哇，你看那还有很多底下颜色还保存这么好。 呵，真不想走了，怎么办？
家都好好看。卡纳克神庙是古埃及最大的神庙，它是埃及所有神庙最巅峰之作，是神庙之城，而后世所有神庙的特性都遵循它的规范设计修建。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神庙供奉的神是阿蒙拉神、穆特女神和月亮神孔苏，一家三口。神庙的建设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60年至公元前1926年中王国时期的第十二王朝。这个真是，其实我觉得还是他们这种平面一点的浮雕最好看，而且这样变化微妙一点，就是感觉会更细致一点，就把它立体感压平以后哈，你看看那个勃起的什么神啊那些，这东西多少年了？1900年啊，那都快4000年了喂，得有4000年了。埃及人也不留白哈、印度呢柱子也是华丽的不行。庙。对啊。我觉得他们蛮好笑的，他们庙全部给拍满。中国柱子好像就一圆根嘛哈、啥装饰没有，柱头也有了，也会雕点东西。哇塞，从它这个外面还有一大摞嘞，就那个碎碎的，我不过去，这样都是碎片了。然后外墙壁哇，也全是浮雕雕满，呵。在那里，这方尖碑还保存得挺好哈，碑是对称的，图案也是对称的，真是好哦。那就是300人的大旅游团啊，大船团。对啊，那么大哎。近距离围观就是大的，跟那个柱子我看也差不多了。这一，欧洲旅游，中国旅游团300号人哈、那还是占绝对优势。人头也不少嘛，花团都好。所以说这些导游哈，我都很不相信，因为他们知识啊其实也不多，也就是那点能背背给你听的东西，自己攻略做足点就跟他差不多水平。圣甲虫啊，哦，就那啊，围着绕7圈啊，会好运啊！哎呦我勒个擦！然后就是这绕开了，咱不是说绕700圈有好运了，看他们还绕不绕？这愚蠢的人类啊，我觉得，你又不信这个，关键是哦，你是真信圣甲虫还是怎么着啊？是个神啊，对你来说。人家古埃及人那才知道有意义，就是你都平时根本不信这东西，不过中国人就是这样了，平时也不信菩萨，出了点事情就去求佛拜佛捐钱去了啊。这个也是那个
个什么哈哈布特二世的，就那个女王。而且我觉得雕的不好啊。哦。转圈，哎呦，好多人呐，也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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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歇会儿啊。很多还是年轻人嘞。小孩。哇，那个猫，哎，那个猫是在摆 pose 吗？那猫还挺会摆 pose 的，你看，坐姿很优美哈。嗯。转完，他们转完圈了。哦，就那几个人哈，也不哎。还有又有。又有几个在加入他们。你等会儿看那些英国旅游团会不会转圈哈，也不能光光说中国人，等下他们也转起来呼噜呼噜的。哎，英国旅游团也开始转了啊，你看那个腿脚那么不好，还在那艰难的转。呵，我觉得旅游团看来都差不多，不管是哪儿的团哈。导游说，哎，这转七圈啊，转七圈有好运啊。啊，好，那就一个个就开始转了。对啊，他们不是听上帝的吗？上帝管你这圣甲床啊。我看他们没有转。像我在西藏的雅鲁藏布大峡谷，然后那边有个树从石头上长出来了，情比金坚啊，绕几圈来是不知道七圈还多少圈，就会啊桃花运，然后好车一到哈，车哗哗一车人下来就呼呼的开始转，你知道吗？我都看呆了。然后转完拍两张照，好上车，然后到下个地点也不知道是要又碰到哪块石头要怎么着嘞，反正哎。反正要有好运了，好、哦、又下来哗哗的又弄一遍。其实那种东西，我估计可能是旅游策划公司想出来的吧，不知道。柱身呢、啊、都可能啊，你看这废旧那个没找不到地方那么多了，哦，哇，这一大片全都是，那边还有很多呢。就刚刚我们在就墙的另一面，两边都是这种没用的，挺壮观的这种。是啊，就这么多贴在这里。嗯，哎，你说这些东西嘛也蛮难处理的，你要扔掉嘛到底是个文物，放着嘛也没啥用，就放着当景点呗。哼哼，你看这刺植物，你看这尖尖头上好像有根特别硬的。对啊，我刚刚隔着鞋子扎起来。对啊。觉得是不让动物吃。那是啊，这它的防护措施都是这个用的。那你说它这个里面是不是种子啊？不是吧？但我看，不是它打成那么一个长条。它储水啊。出水啊，嗯，里面好像是跟海绵一样那种，哦，就出水的那种，那可能就是出水的，出水的，像针管一样的哈，嗯，这洞里面啪一个虫子钻出来，那感觉像那个削铅笔削过一样那个口哈，嗯，呵呵。又嫩是不？嗯。水又多，那可不怎么吃啊。回去吧呢。嗯。现在金黄的哈。古埃及人认为纸莎草是太阳生命力的象征，所以这134根柱头为纸莎草状的圆柱被誉为纸莎草绿厅。最高的立柱花式柱顶是开放着的，最低立柱的柱顶是闭合的，这是柱顶啊。然后，拉美西塞二世将这个多柱厅称为百姓赞美圣上的名之地。
所以他允许这个多住厅对平民百姓开放，允许平民百姓在此处朝拜诸神，最为重要的圣上是他拉美西斯二世。柱子上的浮雕主要是法老向诸神祭祀贡品，对自己的政绩歌功颂德的祷文以及法老的名字。他从外墙回啊，就这里回头中穿吧穿吧，这几个柱子也蛮好看的，这是紫砂草树，应该是吧，这都已经抠成半圆了都快啊，一根筋一根筋，其实也蛮漂亮的。这个门也做的蛮好看的哦，虽然是新做的，但这颜色我还问问，这个东西不会新的啊，那么好吧，我觉得是新做的。不知道，这种方尖碑的材质也是你讨厌的那种材质，但也还蛮好的，因为它这刻的文字我要不要给你翻译一下，翻译啊，刻的文字啊，因为它这线条特别啊，特别那个什么呀，特别硬，刷刷刷，特别漂亮，很硬朗。这个是他目的是为了说明他继承大统是合法的，是受到阿蒙神祝福的，所以就造成方尖碑。碑文的内容是：阿蒙两片土地王座之主，他让我统治黑土地和红土地，作为一种奖赏，在整个土地上没有人反对我，所有异国他族都是我的臣民，他将天的边际作为我的疆界，太阳环绕的一切都为我劳作，他将这一切给予他亲生的人，他知道我将为他统治这一切，我确实是他的女儿，我服侍他，知道他所有的意志，我从我父亲那里得到的赏赐就是生命、永恒和统治，在万物的荷鲁斯王座上像拉神一样长久。就是这些鸟啊，什么各种符号啊，就说的这个啊，写的还蛮有诗意的，好。Thank you.